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看的节目是台湾加一台台湾钓鱼佬。我的钓点无几个，拢位岸边在钓鱼，钓鱼真趣味。恁敢知影倒位有鱼仔好钓？本节目则加减看啦嘿。我的钓法真简单，按若有兴趣吼，则来加减学啦嘿。这边有鱼，这边钓；那边有鱼，那边钓。所以一直看到一家在钓鱼。钓场唔免坐，请大家继续看落去。珍珠八连钩制作概略，咱鱼钩吼来用一号的铲钉点拨啦嘿，咱这个珍珠吼，咱就来用这个四米的哦，请参考啦嘿。直线的部分吼，用卡网线五号的来绑鱼钩啊。母线的部分吼，六号的啦，尼龙线啦吼。线来吼，就是钩啊铲钩啊的距离吼，20公分啦嘿。珍珠钩缠母线的部分吼，差不多5公分啦嘿。八连钩总长吼，大概200公分啦吼。珍珠八连钩制作概略啦嘿，参考啦。制作这个八连钩吼，是钓鱼啊上简单的方法啦嘿。OK 吼，再来参加咱这个诈骗集团的钓友啦嘿。多谢大家啦吼，感恩啊。铅重量 2.0， 带来自制鱼皮八连钩，诱饵龙，自制无重浮标，钓竿5号，远头竿18尺。起床，酸菜鱼啊！10块，紧嘞！10块来，
块尔啦。酸菜鱼啊。搞到什么鱼嘞？搞到酸菜鱼啊！到酸菜鱼啊，吃住住的啊，太小了，叫阿公来。我要的鱼来了啦！我要的鱼来了啊！什么鱼哦？什么鱼来了啦？好细啊！我要的鱼啊，我要的鱼啊，哦，搞到了啊，什么鱼什么鱼什么鱼了，我要的鱼啊，什么鱼什么鱼啊，在哪里，在这里了啊，搞到什么鱼了啊，有怪物了，老师傅了，老师傅搞的啊，今天有怪物了，什么鱼啊，什么鱼了啊，十块，这谁了？没。讲，喂吧，来，酸菜鱼啊，这酸菜鱼嘞，谢谢你哦。咱去钓迄个迄个嘛，用这红竹啊，钓十万啦。搞到什么鱼？搞到什么鱼？哇！掉队呀！搞到酸菜鱼啊，来！
叫阿公来。又搞到酸菜鱼了，叫阿公来。